真卑鄙，真狡猾，靠数量可不算真本事。发现猎物。越来越严重了，先守住这里，保护人们的安全。啊，虚无与混沌，那就是深渊吗？看来他知道，现在是最好的机会。圣火怎么办？火石大人已经去了。凝聚成实体，这团漆黑的灾厄终于打算把你们一口吃掉了。还在幸灾乐祸，难道你不会被吃掉吗？难道那个就是深渊力量的源头